这个很难走出来，就想到就会很难过。你看他刚才在台上一讲，我很自然的泪就流出来了。这个没有办法，不能这样想了，不能这样想了，你这样害得全家大家又伤心了，懂不懂？怎么做事情啊？大概两个月前哈，然后那个余湘泉忽然跟我讲说：“爸，好像怀孕了。”我说：“谁怀孕？”他说：“我女朋友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说多久了？”他说：“一个多月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打算？你要拿掉还是怎么？”“没有啊，哪里要拿掉？”我要娶她。我说：“那现在先不要讲，等三个月之后再公布。”是男是女？不晓得，我们都不知道了哈。而且他们也不问。因为什么？我跟他交代，我说小孩子健康最重要。那但是很巧，医生帮他算他的预产期，跟我那个小乐乐，就我那个外甥女，琪琪的女儿，大女儿，同一天的产期。对呀、啊，预产期也一样。11月24号，你说巧不巧？巧。我感觉这个好像是因为他说他们怀孕了。好像就是那天他们去我女儿的那个基隆的那个常住的家，去回来之后就怀孕了。我在想，这个如果生下来是女儿，搞不好跟我琪琪长得一模一样。那两个小孩子，尤其是他们已经上了幼稚园，幼稚园都会发花给小朋友带回家，康乃馨，康乃馨嘛。那有妈妈的都是红色的。那没有妈妈的会花白色，那后来就我心里在想，会不会给他一朵白色康乃馨？那是小孩子心里一定很难过。后来还好，他们老师是教他们回去自己画，用画。那我那个小孙女就画了蓝色跟黄色的康乃馨，就是虽然年纪才5岁，中班。但是很诚实。明天会带他们过去。对呀，明天还能走出来。这个很难走出来，就想到就会很难过。你看他刚才在台上一讲，我很自然的泪就流出来了。这个没有办法。怀胎十月。对，不要谈了，不要谈过去的。不要再谈了，你不要老是跟我谈这个，在家里就好，不要一直谈这个，人走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他的一颦一笑。可是你不能这样想的，不能这样想啊！你这样害得全家大家又伤心了，懂不懂？怎么做事情啊？不可以。不是的，你男人坚强一点。怎么坚强？是自己的女儿，再怎么坚强也没办法，谁舍得？好，谢谢各位。现在还有什么工作？就是护肤的工作啊。对，没有啦，他年纪这么大，还叫他出来表演，不要害了人家。我都想退休了，人家。对啊，是出来上上节目。对，不会，他除非说，他之前有经常上节目，是因为二女儿的关系。二女儿还有我儿子啊，儿子会找。妈，你上了。一上我就多一个公告，对，因为他有了成家的念头之后，他就希望多赚点钱。